为畅通花东地区棒球人才培训，私立明星科技大学陆续分别前往花莲玉里高中，还有台东的成功商水签订策略联盟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挹注大学棒球资源，提供移训场地还有交流机会，同时也寄出就学优惠措施，鼓励偏乡的孩子可以到明星科大打球，延续选手生涯。签署合作意向书，象征联盟关系正式启动。私立明星科技大学与玉里高中、成功商水先后签订体育人才策略联盟合作，未来除了会引进大学棒球资源，促进球队彼此交流，也提出就学、食宿等优惠，鼓励两校学生毕业后到明星科大来打球。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到玉里高中，其实我们很期盼对于未来的师资课程以及我们原住民的专班还有棒球队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妥善的对接。我们希望利用明星科技大学最好的资源，也可以提供到花莲玉里高中这个地方来，我们做一个良好的结盟。为了培养更多棒球明星，明星科技大学今年首度成立公开组棒球队，邀请前统一师教练许胜杰担任总教练，而球队中也有三分之一是来自花东的学生，希望透过与成功商水以及玉里高中的缔结联盟，提供热爱棒球的偏乡学生有更多延续棒球生涯的机会，同时也专注技职教育衔接，让学生能够适性发展。那两校透过联盟可以更深化，也可以更密切的来合作，当然包括协同教学这个部分，还有学生的活动社团都可以来做合作。不论是受伤还是年龄受限，一位球员的棒球生涯能打多久都是未知数。透过大学端多元技艺教育的课程，让学业以及兴趣得以兼顾并进，也提供学生未来更多的发展机会。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